钱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，而且有无数层被子。但有一件很不幸福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还得去拿酒。Sexmate， 这是我最理想的一种状态，也不是理想，也可能这是一种很无奈的状态。但是对于我来讲，这是特别特别理想，或者说最能解决我的问题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把这种感情放在两个载体上。你有没有什么心结呀？我其实关于这些问题，我没有想的那么，没有像你这样可能去仔细的想过。但我觉得，你刚才没说，纠结，我就觉得能够找到一个，就是很爱的人，大部分人是放在一个里面的，就是比较正常。但是我又知道这是两码事，因为我认为性和爱不是一回事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是不是一回事？就像你刚刚那样说的话，性和爱就是两码事。那个性是性爱嘛，也是爱，两种爱，我也搞不清。你说，我之前跟有一个人说谈到这个问题，他认为性爱也是爱的，性也是爱的一部分。当然了，但我觉得性应该更多的是身体的需要，是你像你吃饭、像你呼吸一样的需要，对，就是那些东西。但我觉得爱是你。还是情感上或者精神上，对，那些上面学。
像是视频还是照片啊？视频？一天刷几次呀？两次，我是属于比较正常的。